Hello， 今天吃了一份酸辣粉，还有一份重庆抄手，这三个是点的外卖，这性价比太高太低了，这三个价格是95，我觉得太贵了，我先吃抄手吧。这个味道真的太渴了。这个是榴莲味的，都是冻得硬邦邦的。
它这上面这个超级香，有点像麦片。那我就吃完了，拜拜。